岛美综合报道，中国男星刘烨曾夺得金马影帝，演技备受肯定。近期与林依晨合作《老男孩》大获好评，但人红是非多，有人翻出他过去曾吐槽范冰冰，结果招来李晨不满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个性顽皮的刘烨时常在微博上与其他明星互动，范冰冰曾为宣传新片在微博写下周四见三字，刘烨见状便一如往常的在好友的文章下留言谢你们，但这几个字却引来范冰冰粉丝不满，认为他讲话没素质。即听后范冰冰的男友李晨也发现这则留言，互爱心切的他严肃地说，这句话太不礼貌，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刘烨发出来的吗？言语中透露出不满。刘烨之后便把留言删除并道歉，我可能 happy 的过头了，就随便开了个有些过于 happy 的玩笑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波。李晨左对立范冰冰相当保护，凡涉自李晨微博刘烨的玩笑惹火李晨，凡涉自新浪娱乐微博刘烨又与林依晨的合作激出精彩火花，凡涉自刘烨微博